电话，自己下楼玩，然后下楼玩他就收不住了。很晚了，差不多十点了吧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打一个他给我挂一个，打一个他给我挂一个，然后我就下去找，找又找不着他人。没一会儿他回来了，我就在那里说他，说要把他的手表给没收了，他就开始哭，开始给我讲道理。我看着我自己也可想笑。妈妈，你是我最好的妈妈，是不是？不是。